通膨止不住，传产股大有机会。通膨不是止不住，但是呢，传产股有机会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财经即时通》，我是婉伦，欢迎胡振和老师。婉伦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老师，我们前面有说到通膨不是止不住，但是很多新闻都说我们现在通膨加剧啊，而且物价指数不断的飙升，这个时候传产股应该是大有机会。那老师是怎么看待呢？好，其实这个通膨的问题哦，其实这来自于原油比较多哦。是啊，那现在原油就是卡在说哦，这个 OPEC 加他故意要减产哦，来去对抗这个美国。那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哦，他就释出这个战备的储油。所以像这一来一往之下，我觉得这个通膨的问题哦，在这个原油的问题会慢慢的哦，会得到一个舒缓。那其实现在真正的通膨啊，其实不是来自于说通膨止不住造成传产股涨哦。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电子股扛不住，所以传产股在这个地方要有所表现哦。那我相信这也是应该大家知道是谁啦，算是一种类股轮动咯。对，这个类股轮动也是幕后大手他的一个计划哦，一个新的计划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哦。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传产股的一些龙头。对，首先看到的是塑胶股的龙头。对，塑胶股的龙头台塑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塑哦，它基本上你可以看哦，这个昨天我们大盘不是在破底吗？对。哦，大概惊到要死掉。但其实有一些个股其实没有跌很深，而且反而是有支撑哦。对。就是在昨天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哦，就是诶，大盘在大家最惊吓的时候破底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按理来说，一些全指股，因为全指股一定是包含在这个大盘的指数嘛，重要的里面，但是它却没有破底。哎，没破底就算了，而且还有撑，对，而且还往上冲，嘿，这就是蛮奇怪的哦。所以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传产股有可能就是接替着电子股。哦，成为这个撑盘的要角，因为这个最近的电子股，你可以发现到，每次拉完之后就被打下来，拉完之后被打下来，对啊，哎，打到最后，这个护盘大手也学聪明哦，知道这个资金要慢慢去转到这个所谓的传产股的龙头，那甚至一些传产股也会开始有所谓的补涨的行情哦，所以资金未来可能不是只有单一集中在电子股身上，当然电子股也是有部分的电子股它有机会在表现。可是就不是像之前哦，好像大家只关注在电子股的身上。那现在这个电子股会慢慢的资金会撤到一些传产股的身上，所以传产股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有表现的机会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台塑。那台塑到目前为止，它其实离这个短压点还有一段距离。那换句话说，它还有机会怎么样做一个反弹？因为反弹就没有压力了嘛，一直要到88才有。那实际上它真的要涨也蛮快的啦，因为如果一个涨停板就是这样。就快到88了，那现在目前是 82.5， 但还没收盘，我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是盘中录影的。好，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另外一档哦，就是台玻玻璃的龙头，而且这边有写到量能潮增，感觉是非常的有机会。对，因为这档股票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超诡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大盘是不是在破底？对啊，哦，就是越破越低，对，它是怎么样？越来越高。现在还可以上车吗？它会在整理。哦，它还会再整理，所以我们就逢低布局。对，逢低布局就可以，因为台玻它都是这样。你看它每次这个创高之后，有没有就拉回来一大波？哦，好像又回到快之前的这个低点，然后呢，它又再往上走。哦，它大部分都是走这样的一个模式。也就是说，急涨的时候很多人不敢买，等到认为说，哎，真的可以买的时候，它就开始休息了。这档股票大致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注意它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逢低买进，对，逢低布局，小小量。对，小小的布局就可以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档的就是中钢。中钢钢铁的龙头，那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？钢铁人有望复活吗？好，钢铁股在这个地方哦，其实我在蛮多次在我这个盘后节目有讲到这个钢铁股哦。那其实钢铁股在之前大概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就有出现那个味道了，就是它已经告诉你这个地方它再往下跌的几率已经不大了。可是呢，昨天又出现更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那个中钢。是加西兰哦，带量突破短压点。刚才我们看到的台塑还没有到碰到短压，但是它已经先带量突破短压，那就代表什么？钢铁股未来它会出现一个轮弹的行情。哇，大有可为啊！对，所以钢铁人搞不好又要披上战服了，继续要往上飞了。一些小钢铁也有可能会有机会。对，但是它是用轮的，它不是全部一起来。
哦，不像之前哦，每次看到钢铁股就全部一起涨停，有没有？那个行情没有，它用轮的方式，所以说我们的指标就会放在中钢啊。当然呢，其他的还是会有机会去轮到，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 K 棒又带量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未来行情就不会太淡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什么？玉龙，对，汽车的传产的龙头股，对。玉龙，那玉龙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，因为 MIH 的这个联盟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它也算是其中一份。好，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一个区间震荡之后呢，它又带量去突破这个短压点。我相信啊，当然它，可是你要去注意哦，玉龙每次都是这样，一根长红之后它就会休息。对，这档感觉没有其他档那么强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说它的股价比较温吞。比较没那么，不是说要今天大涨就开始一直涨，没有，比较不会哦。所以你在布局的时候，可能是要拉回的时候再做布局会比较安全，而且你在操作上要有点耐性哦。如果你没耐性的话，去碰这种股票，那还是找其他个股，对，你就可能会受不了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到这边哦。谢谢胡老师的分享，也记得加入胡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财经即时通，我们下回再会，拜拜。